来完这款再进行三档封测的山海会顶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有流星可以许愿，许出来的愿望不会实现，我们跳过吧。哦，不用跳过了，可以选角色。哎呦，这个例会看起来有这么一回事哦。我就是想跳过，我的手蠢蠢欲动，好吧？哎，哎呦，来看一下战斗好了，不要跳了，这个风格不错嘛。就。就少了一些语音啦、啊、很可惜耶。都给我跪下。哦，他讲话了。哎呀，做得很好耶。啊，广告太少了啦，你做那么好，广告那么少。嗯、啊、啊，跳了跳了，我发现前导剧情还是有点拖，然后战斗嘞，刚刚那个战斗跟这个又是怎么样的？三消，我的回合制战斗嘞，耶、yeah ，这才是我想要看到的。他是怎样回合制战斗，然后透过三消会有一些争议效果吗？哦，这个男生长得跟我一样，霸气外露，真是好酒啊！真是好酒啊！这样，放你的狗头！哪吒。各方面都做的是非常好的，来喽！神话追击，全体十二的，不是、啊、全体一千的经验值，什么意思啊？我要合出六颗绿色的吗？合完以后，我的战力提高了、欸。从6000升到7000，然后哎，取得一些加成效果吧。战斗型勋军与我并肩作战，我靠，好酷哦！哦，这个战斗型勋军哦，你干脆来当角色好了。你的输出看起来就是那么的强。那小小一只，小小一只啊！宅邸开启了，宅邸系统装修，好了，这边是先手顺序。哎，他累了哎，伯牙，他发完大招累了哎，这个细节他有做出来哎，哦，各方面做得很好啊。不过感觉起来节奏有点慢了，嗯，小缺点啊。
我这样子到底有没有打完一关啊？好像没有诶。我这一拳，好，注意看到他大的表情，发完大招就会累啊。你看，哇！我要妹子，我现在想要妹子了。什么时候可以让我抽妹子啊？讲完就来一个萝莉。哇！名副其实的神仙打架。是的呢，哎，要继续战斗了，能入场群伤哦。其实这个地方不用教是没关系的。好啦，现在开启三倍速了。这个三倍速很可以的啊。可是绝印。这个战斗节奏很可以的。他虽然不停的打关卡，你只要撑到三倍速，一切就海阔天空了。哇，很快耶，大概20秒一场吧。但是他一直在打关卡，怎么没有什么其他的内容出来啊？该不会就一直打关卡吧？多了一位了。欸，我变身了，这次是我嘛？刚刚那个 ID 好像是我选的角色名称啊。我怎么变成鱼人了？好吃，鲷鱼。现在鱼价上涨，我显得更有价值。好吃，鲈鱼，喷泼。哎，这不是我。哦，我一直以为是我那只角色，因为它出现了一阵子又消失了。哎呀，总算过了新手教学了，是不是？现在开始继续第二轮下载了，左上方出现了。那邮件有什么啊？功能还没有开哦。是什么？十年抽哎。宅邸。推关的吧，应该算是放置吗？现在好像只能跑主线了，还没到可以十连抽的地步啊。突破！好了，结束了嘛？仙君赐福关卡排行榜有人推到24哎，消除系列的啊、还有他的积分，然后心法，其实它就是一个推关玩法，的回合制战斗，然后他又搭上了有消消乐，这边有一个 ID 复制啦，你把这个 ID 复制完以后贴到粉专那边可以领取20连抽，啊要记得哦，那我就玩到这里吧。你可以直接这样复制完，直接点这个关注有礼就行了，直接过去那边贴啊。因为它本身做的不错，所以还是推广一下吧。那我就玩到这里就好了，就不会继续玩下去喽。大家拜拜。